在台湾之光猴抓妹受香港动漫展之邀，猛猴过江啊！他还带着因斗奶拍打鸡排而闻名的鸡排妹啊，像蛇神像一样有了猴鸡，但没有狗猪。三十二亿的猴鸡双叔合体，引起香港苹果一种注目。本周抓漏义不容辞，也给他们 take a look。我从小时候就看很多港片，所以对香港并不陌生。逻辑好正确啊！所以从小吃很多钙片，就不会对钙莫森喽。你喜欢哪些港片？我喜欢金庸系列。糟糕，这个台湾之光好像开始乱了。因为研究很多女生隆乳，就在讲你。哎呦，真是抱歉，家门不幸，我们会留一盏灯给最后回家的台湾之光。再来看一周刊有什么？惠慈穿比基尼露奶头，爱情心灯，谢谢。再来看在中国发展的乖乖虎苏有朋，日前疑似微博账号被盗，他发出一篇讯息，大概意思是发现一个韩国高中生打手枪的私信档案，推荐大家赶快去下载，这样他再发了一文表达被盗号的愤怒，殊不知网友回他此地无银。